卯门生喜气，兔岁报新春。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千家万户中国年》，我是王岩，我是安琪。今天是农历癸卯年正月初六，我们继续陪您过大年。过年好，过年好。正月初六哈，到了这一天，这几天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带大家是看到了大江南北哈喜庆祥和的年。是的，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过年期间的习俗。来考考安琪，正月初六咱们都有哪些讲啊？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民间呢有七破衣、大扫除，还有送穷神的习俗。哦，送穷神都怎么送呢？那各地讲究呀，还有习惯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寓意，就是要送走旧日的贫穷困苦，去迎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没错，还有一句老话哈，叫夏田备春耕，穷气送出门。就这是说啊，旧时农民会在大年初六开始下田了，准备春耕，也希望呢通过辛勤的劳作送走穷气，也期待着春天不远了。是的，大年初六还有一个重要习俗呢，叫做起市。啊，是什么起市？开启市场的意思。啊，商户们呢会在这一天挂红灯笼、舞狮、贴对联儿，正式开门做生意，开门立市，以期生意红红火火一整年。嗯，所以你看，无论是这个大扫除，还是准备春耕，包括你刚刚说的起市，哈哈，店铺开门，都表明啊，年接近尾声，我们即将告别短暂的停留，向着下一站出发了。新春到来，我们笃行不辍，继续迎着梦想奔跑，用崭新的面貌、积极的态度去开启新一年的生活。俗话说呀，三六九往外走，大年初六也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春运方面。今天公路、铁路、民航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早上开始多条高速公路出现缓行。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今天呢是大年初六，也是我们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路网啊依旧保持着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数字，5629.5万辆。大家一定会问，这个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呀是昨天全国路网总体的这个流量的总和，就表明啊大家公路出行的愿望是非常强盛的。那么此时此刻呢，全国路网哈依旧保持在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返程客流呢依然是在非常的旺盛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湖南境内 G5513长江高速的益阳方向， G0421徐广高速的岳阳段， G0421徐广高速的衡阳方向， G60沪昆高速的邵阳方向。大家看到啊，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河南境内我们看到的是 G40沪陕高速信阳段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广东境内我们看到的是 G15沈海高速的茂名段， G35吉广高速梅州段，此刻呢车流量也是相对集中。那么四川境内的四川绕城高速在这个时段呢也出现了间断的缓行的情况。今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210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10700列。从昨天开始啊，春运期间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都突破了1000万，说明啊人民群众出行的信心在不断的增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啊又回来了，支撑了活力的中国。那么为了应对返程的客流呢，铁路部门也是科学的调整运力。国铁北京局今天安排开行临时旅客列车60.5对，国铁成都局对管内万州、巫山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增加运力。国铁哈尔滨局启用了新投入的复兴号高寒智能动车组，增加运力投放。国铁武汉局从正月初五开始，分别在麻城、襄阳、宜昌、周口、驻马店等地共开行到广州、深圳、温州的务工列车78趟，助力外出的务工人员安全便捷返岗。国铁沈阳局也针对进京客流采取增开临客、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说完了铁路，我们再来看一下民航方向。那么今天呢，首都机场计划执行航班呢是907架次，运送旅客11.8万人次。大兴机场今天计划执行航班789架次，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是11.25万人次。总体来说呢，今天高速公路呢还会呈现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的高速公路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呢，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提醒返程的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行车的规划，注意行车的安全。
好，我们再来看看各地的具体情况。在江苏南京，今天的重点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情况。为了保障车辆顺利通行，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收费站所有道口全部打开。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中午发回的报道。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是宁洛高速的过江通道，春节之后啊，很多安徽、山东等地的车辆会经由这里开往上海和杭州等地。那这几天大桥收费站所有的道口已经全部都打开了，确保车辆能够快速的通行。中午的时候我在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平均每分钟这里通过的车辆有将近100辆，非常的多。那交警部门给我的一个最新数据显示啊，从正月初四、正月初五开始，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就迎来了由北往南方向的大的车流。昨天正月初五，大桥的车流量将近11万辆，预计今天依然会维持在11万辆这样的一个高位运行，而且车多缓行的情况可能一直会持续到今天的深夜，绝大多数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私家车。那其实逢年过节的时候，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都会出现车多缓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江苏高速路网的一个缩影。江苏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预测的最新情况是，今天正月初六，江苏全省高速路网的出口流量预计将达到310余万辆到330余万辆，接近了春节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最高值，所以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那之前我们还来到了南京附近的沪宁高速的黄栗树服务区现场进行了一个采访，现场我们发现有很多外地的车辆正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些休整，虽然距离吃饭的时候还有2-3个小时，但是服务区里面的小吃街可以说已经是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有些摊点甚至还要排队。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日常情况下黄栗树服务区一天的车流量是7000，但是昨天这一数字达到了1.6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3%。服务区也提前做好了准备，保障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餐饮的需求。再来说一下铁路，今天南京两大火车站南京站和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8.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多出了8万人次。那么上海、杭州以及芜湖等方向热门重点的票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抢，所以铁路部门预计今天南京两大火车站将加开68段旅客列车，并通过列车重联的方式增加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运力。那春节温馨的团聚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又要抖擞精神重新再出发，也希望大家回家的路一路平安。今天山西太原南站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据统计今天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超6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一个小时前发回的报道。今天是大年初六，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太原南站也是迎来了首个的返程客流高峰。那我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天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的人次在6.7万人次左右。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厅啊，旅客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为了应对此次的客流高峰呀，太原南站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比如说通过增开夜间动车、重联列车等方式增加运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那同时呢，在站内太原南站的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不间断地对站内的所有的设施进行检查，确保他们安全稳定的运行。太原南站啊，还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像这种口罩啊，还有这个行李袋以及这个暖贴。最近啊，太原的气温在-10几度左右，所以这个暖贴的准备啊也是非常的暖心。还有像这个爱心服务卡，这是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准备的一个爱心服务，有需要旅客可以在进站时领取这个卡片，填写相关的信息，把它粘贴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行李上，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便民服务。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像这种超过2.7万毫安的大容量的充电宝啊，还有液体酒精以及发胶，还有这个烟花爆竹是被禁止带入这个车站内的。因此啊，我想提醒广大的旅客，在出行前呀，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随行物品，以免耽误了您的行程。这两天务工人员陆续准备返岗，在安徽蚌埠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员超过60万。今天蚌埠南站迎来了客流高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上海铁路局蚌埠直属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约7万人次。在蚌埠南站的候车大厅，您可以看到啊，现在这里已经是熙熙攘攘一派繁忙的景象，很多旅客是拖着行李箱
满载着亲友的祝福，踏上新的旅程。那蚌埠市呢，有60多万人外出务工，这里地处铁路的枢纽，可以直达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之前的这个采访当中啊，也了解到，有很多的旅客呢，他们外出出行都是选择乘坐火车，特别是高铁列车。那另外一个信息是，很多的旅客告诉我，今年有不少的工厂选择在节后提前开工，呈现出早启动早开工的景象，这也就让旅客的这个客流更加的突出。除此之外，安徽省的外出务工人员今年春节返乡的人数比前两年增加了10%以上，而在节后呢，这些外出务工人员还会回到他们工作的城市。但为了保障旅客平稳有序的出行，铁路部门也是采取了多项措施。蚌埠南站已经增开了5趟临时高铁列车补充运力。除此之外呢，我在候车大厅也是看到，火车站是开设了服务平台，为儿童、老人和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帮助。而铁路部门还做了许多的幕后工作，比如说在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普速列车的检修单位合肥车辆段，从春运开始已经检修了1036趟旅客列车。今天凌晨，载有1200多人的快4231次列车从四川达州站驶出，预计明天早晨的8点左右呢，到达广州站。这也是四川今年开出的首趟务工人员返岗专列。27号凌晨3:30，在四川达州火车站，达州直达广州的快4231列车开始检票。这趟列车是当地铁路公司今年为方便务工人员专门开设的返岗专列。坐那个车可以直接从家乡直接到上班的地方，不用来回专车，比开车那些方便多了。考虑到春运期间人多行李多，达州火车站还专门设置了爱心服务岗，为旅客提供专门的指引和咨询服务。预计今年达州市将有30万名务工人员乘火车返回务工所在地，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等方向。昨天，广西也开出今年首趟务工人员返岗专列。600多名务工人员在粤桂两省区人社部门的组织下，以点对点的形式，从广西桂林北站乘动车至广东深圳返岗务工。针对春节后务工人员返岗高峰到来的情况，广西瞄准企业集中用工和务工人员集中外出就业需求，为外出就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确保实现人岗快速对接。26号，来自广西桂林各县区的600多名务工人员乘坐今年广西首趟务工专列前往大湾区务工。在泉州县，每年有近40万人在外地务工经商。今年泉州县开通赴粤送工绿色直通车，采取自愿报名、包车直达、全程服务的方式，免费为务工人员开展从家门到车门、车门到厂门的点对点劳务输送服务，确保外出务工人员舒心出门、安全到场、放心工作。今年广西将为目的地集中、成规模、成批次的农民工，特别是脱贫人口外出就业，开行专车专列，开通家门到车门、车门到厂门的送工绿色直通车。预计到2月底，广西将点对点开行专车专列2000车次，直接输送超过8万名外出务工人员，全年将输送外出务工人员近15万人。好，欢迎回来。你看之前的一组新闻，我们带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春运的繁忙有序。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看各地的年俗的热闹喜庆。俗话说，不出15都是年儿。尽管春节假期接近尾声，但是各地年味儿不减。品民俗、逛灯会，大家都在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去庆祝新春、欢度佳节。在湖北黄冈，18支龙灯队、石头醒狮、百人腰鼓队齐聚怡爱湖旁，用全程大巡游的方式为人们送去新春祝福。在恩施宣恩长约200米的龙船花灯巡游供水河上，不少市民游客乘龙观赏绚烂夜景。
I like Shenyang. I think it's very traditional. We've got some very nice old architecture. 我刚刚还体验了竹筏的龙舟，它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在四川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里热闹非凡，游客们三五成群在满园的流光溢彩中赏灯观景。园区里穿唐装披机甲的千灯萌兔最受游客青睐。萌兔周围的灯组汇集了京派、海派、苏派等八大地域的新春民俗，打造出氛围浓厚的新年场景。让我震惊啊！做的是非常精美。在广西桂林，漓江迎来客流高峰，漓江上游船、竹筏来往不断，船票预订火爆。今年是象山景区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第二个春节，游客们每天一早就排着长队等待入园。景区先后展开的集兔贺岁、民俗游园会、三姐对歌迎新春等主题寻年味活动，让游客尽享节日乐趣。千家万户中国年，喜庆祥和，丰富多彩。在辽宁、四川、浙江等地，新春庙会热闹上演，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在辽宁沈阳的老北市庙会上，传统民俗、高科技演绎等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我觉得这庙会太热闹了，带小孩子出来玩很有那个新年的感觉，觉得这里人都很热情，东西也非常好吃。热乎乎的年味美食，火辣辣的东北戏，暖烘烘的关东情，熔炼出一道独特的东北年俗文化体验。据了解，沈阳老北市庙会从大年初一开放至正月十五。在四川雅安的西康庙会上，舞狮子、踩高跷、川剧变脸等独具传统文化特色的表演精彩纷呈，特色美食令人大饱口福，喜庆热闹的氛围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记录。看到每个人的喜气洋洋的脸庞，我都感觉到非常的开心。春节假期，浙江杭州游人如织，人们在这里品年俗、逛集市，体验了年味十足的节日活动。在杭州寿昌古镇，年味美食、年俗体验、年味市集等七项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指尖上、舌尖上的浓浓年味。在手工体验区，游客们自己动手制作兔子造型的剪纸和面塑，感受兔子糖化的萌趣可爱。我自己也有亲身的去参与了一下，我感觉就小时候那种过年的感觉又回来了。春节假期，海南三亚不少景区景点推出夜间玩法，丰富夜游产品。为了让游客能够深度体验夜游三亚的魅力，一些景区将运营时间延长到午夜。一些景区还以特色演绎加夜游的模式，让游客感受到在三亚过春节的温暖与浪漫。主要是一个过年这个氛围吧，因为过年都是跟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时候，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又是开放式的，很热闹，然后一起来转转，主要是想看看三亚这个夜景。你看大家爱过年，就是过年期间活动非常的丰富哈，比如刚刚看到了白天能够逛庙会，晚上还能干嘛呀？晚上可以看灯会、赏花灯。没错，春节呢也是夜游的高峰期，很多地方啊，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三亚一样，举办了精彩纷呈的花灯灯展。在夜幕当中啊，灯光呢是交相辉映，游人穿梭其中，处处都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在广东潮州古城，当地用绚丽的灯光描绘潮州古城新貌。夜色中，灯光勾勒起湘子桥、广济楼、韩江水等古城地标，在变幻闪耀的光影中，给古城注入了新的气息。花灯灯展璀璨夺目，俏皮可爱的兔子灯、威武霸气的龙头灯、寓意着顺利的帆船灯等等，动静结合的花灯灯饰，吸引着游客拍照留念。喜欢这里的，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那这几天的话呢，就是游客都非常的多，真的是街头巷尾人潮涌动啊！看到游客对我们潮州的这种喜爱之情，那我作为本地人呢，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四川达州，当地开展了有地方特色的嘉年华灯会活动。活动以中国民间神话为背景，设计了多个主题的彩灯组，利用达州三里古街的山地起伏，打造立体多维度观灯场景。美轮美奂的灯组给游客们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
市民们沿街品尝特色美食，观看舞狮、杂耍、歌舞表演，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分享着新春佳节的欢乐。今天我特地穿着汉服来参加新年活动，就是希望把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带给大家，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踔厉奋发，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看得出来，今年春节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旅游市场也呈现强劲复苏态势。过年期间，各大景区人头攒动，门票提前售罄。正月初五，安徽九华山风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上午7点，尽管九华山气温降至-50摄氏度，但依然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大家纷纷祈求福气，寄托美好的心愿和真挚的祝福。为保障游客通行安全，九华山风景区启动旅游高峰应急预案，适时增派警力40余人，维持现场秩序。大年初四，四姑娘山景区迎来春节假期客流小高峰，游客接踵而至，络绎不绝。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尽情地享受着四姑娘山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而在庐山风景区，这几天也迎来了大批游客。从大年三十儿到正月初四这5天时间，庐山交通索道购票人次近50000人。为迎接春节客流高峰，庐山交通索道采取增开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调快索道运行速度，增加索道轿厢等多种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春节期间，青岛推出了海上看青岛航线，游客们登船从海上欣赏五四广场、小鱼山等知名景点，尽览青岛的山海风光。除此之外，青岛极地海洋公园也是人头攒动，游人如织。新推出的白鲸表演将互动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观看，让他们在了解海洋文化的同时，又学到了传统新春民俗知识。在江苏扬州的瘦西湖景区，西春台、24桥人头攒动，湖上游船如织，文艺表演、非遗展示等游园活动精彩纷呈。春节假期期间，江苏扬州的瘦西湖个园、河园等73家景区面向游客免费。有非常优美的自然景象，又有非常浓厚的一些人文底蕴。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从大年初二开始，瘦西湖每天每个时段的预约名额几乎全部被一抢而空，最高载园的游客超过30000人。根据预约情况，目前景区已经安排保障人员进行引导，让游客能够更安全地游览景区。今年春节，海口处处洋溢着民俗文化迎新春的氛围。在海瑞文化公园，记者看到2023个大大小小的红灯笼悬挂在景区的各个地方，实景沉浸主题演绎等一系列精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前来参与。好，接下来我们再去浙江看一看，在位于钱塘江源头的浙江省开化县密塞村的露营营地呀，春节期间呢，有很多人都选择了户外露营作为迎接新年的方式。现在呢，那里正在举行一场趣味横生的新春游园会，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过年好，带我们分享一下现场浓厚的过年氛围吧。好的，主播，过年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开化县密塞村的露营基地。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聚集在这儿。那么在我的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一场非常有意思、年味十足的新春游园会。整个游园会分成了3个区块，那么这个区块正在进行的是亲子最爱的这个文创区。大家看到了吗？他们在做这个兔子的花灯、剪窗花，还有写福字。可以说大家在这个手作的时光当中一起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区块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游艺区啊，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滚铁环的运动。作为70、80后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儿时的游戏环节呢，我们的参与者啊，必须是保持好自己的平衡感和巧劲，才能滚住这个铁环。那么滚滚向前的铁环呢，也是寓意着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财源滚滚来。当然，除了滚铁环，我们的现场啊，还有这个套圈和直飞镖，还可以感受一下时下非常这个火热的我们的飞盘投筐运动。来。好，得分得分。那么玩好了，当然少不了吃了。
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浙江开化呢，生态孕育了非常地道的这个食材，当地有很多别具一格的小吃，大家看到了吗？美食区啊已经是围满了人，大家都在等待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气糕出锅。哇哦，大家看到了吗？热气腾腾的气糕已经出锅了，整个圆形的这个气糕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食欲，上面是镶嵌着这个我们的这个河虾，还有土猪肉，还有辣椒等等。这道美食虽然在日常的这个早餐店都能买到，但是也是逢年过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整个味道融合在这方寸之间，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就想上口去展示一下，去吃一口了。那么除了这个气糕之外啊，大家看到了吗？在这个角落里头还有一口锅在那儿煮什么呢？煮的就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这个野火饭。正所谓野火饭，就是在野外来煮的饭。我一会儿吃啊，大家看到了吗？里头有糯米，还有非常新鲜的这个豌豆、蚕豆，还有这个地道的火腿啊。其实最好吃的，当地人告诉我是里头的这个锅巴，焦而不干，放到嘴里头呢，又有米香，又有肉香，非常的好吃。当地的老人告诉我啊，吃了野火饭，平安又健康。我们吃饱了，也玩了，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走到我们的天幕下，一起去围炉煮茶，话家常，聊一聊新年的愿望和计划。来，主持人来杯。好，谢谢。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来喝一口当地非常地道的开化开门红，非常的醇香。当地说啊，喝了这个开门红呢，寓意新年红红火火，万事皆得愿。那么在当地呢，春节期间也是推出了许许多多这样非常有意思的文旅活动，一起来助推我们的旅游复苏。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好，感受到这个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哈，特别想让于晨赶紧替我们去尝一尝那个野火饭的滋味。是的，尝一尝茶。对，而且刚刚看到那个整个的景象，真的叫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霞。南方啊，就是过大年迎新春，春天来了。今年春节假期呢，冰雪旅游也在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上冰上雪，去到滑雪场感受冰雪游的独特乐趣。春节期间，在河北省武义县的一家滑雪场内，不少游客沉浸在冰雪运动带来的欢乐之中。他们中既有结伴而来的年轻人，也有兴致勃勃的孩子和家长。堆雪人、开坦克、玩悠波球、骑脚踏车，大家置身在皑皑白雪中，玩得酣畅淋漓。咱们家门口有这么个滑雪场，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平台。每次带孩子来玩呢，孩子们都玩得特别的开心。这几天，随着气温骤降，浙江省宁波市四明山区普降大雪，在奉化的一家滑雪场，人们在冰天雪地里过了一个快乐的兔年新春。许多勇敢的初学者在滑雪教练的指导下踉踉跄跄起步，随着一次次的练习，在雪场上也渐入佳境，感受雪上的惬意时光。春节期间，四川阿坝州茂县的滑雪场迎来客流高峰，广大滑雪爱好者追风逐雪，舒展身体，驾驭滑板，滑雪的同时更能亲近蓝天，沐浴阳光，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滑雪场开放全长为4.5千米的初中高级滑雪道各3条，除此之外，雪地摩托、雪圈、雪船等项目也受到游客青睐。今年春节，各地各大商圈人气也非常旺，人们外出购物、就餐、娱乐热情高涨，不少餐饮门店都排起了长队。在浙江宁波，各大商场推出的各种新春促销活动吸引了旺盛的人气，其中黄金、首饰、珠宝等商品成为许多消费者春节消费的重点。现在出的新样比较多，所以就觉得好看，就是过年嘛，可能奖励一下自己。今年黄金卖的是非常好的，小朋友兔子呀，这种小金锁呀，买的人也比较多。小的小兔子的话，差不多每天有50-60个这个样子。在宁波，不少餐饮店不到中午12点就已经满座，店门口也坐着等候就餐的顾客。今年春节生意很好，我们客流量同比往年增长30%。在广东，不少酒楼的茶室生意都非常火爆，不少餐厅酒楼已经从年27忙到现在，部分预订已经排到了年初8。有酒楼表示，
今年春节，大家不仅外出就餐意愿高涨，外卖点餐的需求也不减。开放堂食之后嘅生意都恢复到疫情之前嘅啦，嗰啲外卖都今年都好多嘅，其实都比往年都多。今年我哋嘅人手咧都增加咗嘅，食材呢度咧唔会话备好多喺度，基本上日日都系咁进啲新鲜嘅货翻嚟咯。咁样初二开年之后咧，相对喺11点钟之后。咁咧就會有排位嘅現象，好多顧客咧都會係留喺中山過年，個客流量係多咗50%到啦。在深圳，各大商圈的餐飲、購物等消費穩步回暖，家庭聚餐、親友聚會成為深圳餐飲消費的主力。記者走訪深圳重點商圈，注意到用餐高峰時段，各大酒樓餐館的春節檔也熱氣騰騰。現在的話，基本上上周數比平常高了大概40%，現在基本上每個時段都有排隊等位的現象。春节期间，深圳推出上千场新春欢乐购促销活动，同时安排发放累计2亿元的餐饮数字人民币红包。全市重点监测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7%、21%。在海南，春节假期离岛免税销售同样火爆。假期前五天，全省12家离岛免税店总销售16.85亿元，日均销售额突破3亿元。它的折扣力度非常的大。免税品是非常的划算的。政府那个也发放了一个消费券，每个店的话只要购买4件以上就可以享受7.8折以上这样子一个优惠，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有吸引力。1月21号至25号，海南全省12家离岛免税店总销售16.85亿元，同比2022年春节前五天增长20.03%，比2019年春节前五天增长325%。春节期间，正当万家灯火团圆时，却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你我的平安。节日期间，各部队按计划组织节日战备练兵，确保节日战备万无一失。节日期间，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反潜巡逻机紧急起飞，飞赴南海某海域执行战备巡逻任务。飞抵任务空域后，空中战勤人员快速设置着搜索参数和扫描战区，逐一排查海空区域内目标活动情况。突然，巡逻区域内出现一批可疑海情，飞行员与领航员立即操控战机飞赴目标点位，下降飞行高度进行超低空越海飞行。几经周旋，他们判明目标属性，排除可疑海情。我们紧盯南海复杂态势，以严于常态、高于平时的标准，抓好主训和保障，让官兵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确保一旦遇有异常情况，部队能够快速准确处置。雷达兵常年坚守战位，24小时担负空情保障任务，被称为祖国空天的千里眼。节日期间，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组织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全员额应急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展开战斗部署，多型雷达不间断对空搜索。雷达遭受压力干扰，采取法案措施，尽快重建目标。操作员紧盯雷达显示屏，根据预案采取战斗操作，重新捕获空中目标。各类数据被一一编批入网，及时上报指挥所，空情态势同步推送各雷达站。节日期间开展全要素拉动演练，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官兵岗位就是站位的打仗意识，锤炼提升部队防空预警能力。驻守在渤海前哨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连官兵开展节日战备巡逻，官兵们认真查看每一个点位。天色渐暗，巡逻小分队开始往山上出发。这是一条蜿蜒崎岖、不足500米长的陡崖，也是巡逻路上最难走的路。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巡逻分队终于到达了山崖最高点。能够在春节期间担任巡逻任务，守卫我国海防线，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越到节日，越要拉紧战备弦。今年的春节呢，部队官兵依旧坚守在战位上。
在位于祖国西北部的新疆军区阿黑土拜克边防连，山高路陡，自然条件恶劣，每到冬季更是大雪封山，成为雪海孤岛。春节到来，那里的官兵们又踏上了巡逻路，守卫祖国边境线。迎着照耀祖国西北大地的第一缕阳光，连队官兵早早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主要任务是对铁丝网进行检修，边境设施进行维护。巡逻途中，大家注意观察，提高警惕。今天巡逻队伍要前往的地方是中哈21号界碑，要到达那里就得翻过布满碎石的雪山，趟过齐腰的雪海，每前进一步都是困难重重。越往前走，积雪越厚。副指导员走在前面，不断提醒身后的战友注意脚下，结果自己却一不留神踩进了雪窝子。艰难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巡逻官兵到达边境的管理门。由于这里常年风吹雪，门被积雪掩埋了一半。战士们取来之前巡逻放在这儿的铁锹，开始清除积雪。由于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洼，两三天的时间，风吹雪就会把这个管理门给淹没。所以说，每次我们去界标的途中，都要把这个管理门周围的积雪进行清理。由于积雪太厚，清理工作持续了很久，还没有挖到底，但是已经到这儿了。你快把这个门推一推，试一下能不能打开了。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好。通过管理门后，前面正好有块空地，官兵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下。经过简单的修整，官兵们接下来要面对巡逻路上最困难的一段，他们要翻越面前的一座雪山。一路艰难行进，巡逻官兵终于到达了中哈21号界碑。好了，同志们，终于到界碑了。战士们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界碑前庄严宣誓：边防有我在，前途我和人民放心。除了边防战士坚守岗位的，还有在西藏高原修隧道的建设者们。目前，西藏拉萨到日喀则的拉日高速公路正在紧张建设中，其中控制性工程普巴隧道因为海拔高、地质条件复杂，是目前隧道施工中难度最大的一段。为了保证整个工程能够顺利完成，300多名建设者正在昼夜不停地施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是如何在高原度过这个春节的。动态能源已全部撤离，爆破准备完毕，充电已完成。五、四、三、二、一，起爆！这是距离拉萨市区135公里外的拉日高速公路普巴隧道的施工现场。隧道全长3795米，围岩情况复杂，其中最难的五级围岩有1175米。一般情况下，每次爆破只能向前掘进200米左右。隧道的平均海拔在3900米，施工难度不小。哪边？哪边？那边？那边？去那边拉吧。它这个围岩复杂且变化快，且是属于富水隧道，含水量多，施工难度大。我们现在在排险，用人工进行人工把它这个虚的渣我们也给它排掉。爆破后出渣大约需要3个小时，之后就是排险作业。排险对施工安全来说十分重要，如果不及时清理碎石渣，隧道里容易出现坍塌和掉石头的事故。后头摆过去一点。这个季节，隧道外的温度在-17摄氏度，而隧道内的温度却有20多摄氏度。工人们要适应近40度的温差。好了，1、2。经过1个多小时的排险作业，工友们开始向隧道里立钢架。这可是个体力活。每品钢架由3节组成，每节约重400斤，
需要的工人比低海拔地区多出不少。我们这个班组上就是安装那个工架，低海拔可以说用个五六个人这样能弄得起来吗？在这里的话就要用八九个。33岁的郁云贵是普巴隧道出口支护组组长，从2020年普巴隧道开工建设以来，他就一直在这里工作，这也是他在西藏参与建设的第三个隧道。每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往这里经过这个隧道，我都会跟他们介绍说，哎，这个隧道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也很开心。为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工人们分成四个组，24小时轮流开工，全年不停工，春节也不例外。工地上是一片忙碌，员工宿舍里轮休的工人们也没有休息，虽然不能回家过春节，但热闹的气氛还要有。正在做饭的徐美艳是郁云贵的妻子，丈夫在西藏工作了5年，很少回家。2021年，他从老家贵州来到西藏，在工地上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陪着丈夫，另一方面也能挣些钱补贴家用。给我老公准备了，我老公喜欢吃那个西红柿炒蛋。哎，能和自己的爱人老婆在一起的话，肯定很开心嘛。赶着夫妻俩能一块儿休息，他们一起给儿子在网上挑选起新年礼物。白色的哈，3.5，小的买大的嘛，3.7买大的，它比较好的嘛哈。行。千里之外，远在贵州老家的郁云贵父母和他的两个儿子正在贴对联吃年饭，腊肉、香肠，热气腾腾。这是一家人分居两地的第二个春节。由于夫妻俩全年都在工地干活，家里8岁和10岁的两个儿子全靠爷爷奶奶照看。志光，我们今年就不回家过年了，你在家里面要听爷爷奶奶话，然后要好好学习哈。明年子我们再回来，陪你们一起过年嘛哈。要得。妈啊，你爱爸爸在那里工作，注意安全哦。要得。好。以后在屋头听爷爷奶奶他们话哈。我也在这祝爸爸妈妈你们新年快乐。没来西藏时，徐美艳一直陪在两个孩子的身边，而现在只有爷爷奶奶照料他们。一想到这儿，徐美艳有些难过。哎呀，哭了哭了。小孩子。别哭，别哭，别哭。明年，我们一定回去陪孩子他们过年。好。明年一定会回去陪小孩他们在家里面过年的，不用哭，好了，不用哭了。今年12月底，普巴隧道将全线贯通，预计2024年拉日高速公路将建成通车，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程将由现在的5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春节期间，普巴隧道的施工现场还有几对夫妻，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除了顺利修好隧道，他们还有一份同样的心愿。我愧对老爸老妈，能2023年能早一点完工的话，早一点回去陪父母。毕竟打工近20多年了。陪他们时间越来越少。希望他能够在学校里能够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吧。想挣钱就在县城再给他们修了买2套房。新年快乐了吗？身体健康，孙子是儿子，孙子是健康了吗？
春节期间，大江南北的人们沉浸在喜庆祥和的年味中，流连在亲情满满的团聚中，分享着各自的收获和兔年的打算。新春心愿，继续去听一听大家许下的心愿，听一听他们对来年的美好期待。您好，哎，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做一个节目，叫《新春心愿》，想问问您兔年有什么样的新的愿望？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这是我的新年愿望。那有什么样的规划计划来实现它？规划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吧，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这是我最大的愿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新的一年你有没有什么计划？肯定要出去玩一玩了，好好开心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更好。我们想去大海边上看一看。大海边上看一看。你喜欢海边吗？真好。为什么想去海边？读万卷书，行万。都想一个一个去把它完成掉，去年的一些小心愿，比如我们自己做的一些产品啊，我们包括孩子的比赛啊，一切都能顺利，就事业、家庭、小孩儿，就是所做的一切。
对对对。平时是不是也没时间运动？因为我每天晚上有时候忙完都已经十点多了，回去以后基本上休息不了多长时间。那电视台在做一个特别节目，叫《新春心愿》，想问问您兔年的愿望是什么？兔年的愿望就是身体健康呀，大家。哦。年轻人嘛，也有年轻人的目标。知道了，年轻人什么目标？你看，感觉年轻人很多自由，对年轻人是要为国家多做贡献嘛，多学习，多学习新的字，不是现在要个创新的人才嘛？我就叫我女儿也是这样的呀，不管贡献大还是贡献小，只要自己朝着自己的目标，对吧？不断的努力，就 OK 了。千家万户中国年，健康平安过大年。春节假期最后一天，专家提示返程中也要做好防护，留意自己的健康状态。合理规划行程，尽量避开出行高峰时段，务必关注各地天气变化和交通状况，特别是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返程路途中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建议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尽量少碰触扶手、车门、栏杆等，随时做好手部的消毒。如果在返程前出现发热、干咳、咽痛、全身酸痛等症状，建议暂缓返程，避免旅途劳累加重病情，待身体康复后再安排出行。别扛着包啊，拼命的跑，去赶，什么都去赶。这种感的话呢，就容易出现一些心血管的发病事件。以往有很多的悲剧都是在那个赶路上出现的。在赶路上呢，我们有的时候时间错乱了，那么饮食错乱了，那个睡眠错乱了，那么什么都乱套了。所以说在春节期间赶路上，在回家的路上和回到单位的路上，一定得是科学的，去分配这些过程，一定要在我们的思想上有一个准备，就是说对我们的一些整个春节的一些路程的安排、行程的安排，包括一些应变的一些变化，提高我们应变的能力。那么这种呢心理的准备呢，和对防病治病还是有非常的好处的。假期过后，不少人都会出现节后综合征，又累又困，打不起精神。对此，专家提示要从身心几个方面进行自我调整。从生理上来讲，长假期间打破了原有的生物钟，饮食无规律，暴饮暴食，熬夜通宵，造成了身体的各个器官非正常运转，导致在步入工作状态时，状态无法及时调整。再加上一闪而过的7天快乐时光，联想到马上要投入快节奏的工作中，心理上压力油然而生。节后综合征可能表现为心理上出现精神不振、失眠、心烦、焦虑等症状，在生理上出现疲惫、头晕、恶心、食欲不振、腹泻等症状。针对几种表现，可以这样克服节后综合征：起床困难，恢复原来生活规律，睡好子午觉，晚上11点前睡觉，中午午休20分钟，保证充足睡眠，睡前减少电子产品使用。肠胃紊乱，多吃蔬菜少吃肉，7分饱，细嚼慢咽，3餐时间固定。如果出现胃胀、消化不良的症状，可以在腹部上下轻轻按摩，可有效减轻症状。疲劳烦躁，放松心情，多开窗通风，呼吸新鲜空气，避免长久静坐，可坚持用热水泡脚5到1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入睡前可以听舒缓音乐，提高睡眠效率。另外，为了身心愉悦、快乐的工作生活，可以安排轻度运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也请多给予自我积极的心理暗示。大年初六，假期尾声，很多人即将或者已经踏上了返程路。返程路上，很多人呢都是大包小包，后备箱也被塞得满满当当，承载的是不舍和牵挂。出门前别忘了给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返程后也要记得给家人报一个平安。嗯，大年初六我们带着沉甸甸的祝福，背起行囊，向着下一站出发。新春到来，我们抖擞精神，迎来梦想再次进发。各位观众，癸卯兔年千家万户中国年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次恭祝您前兔无量，大展宏兔。再会。再会。